场上有点紧张，第二名八神上场，同杯，好，中脚推错位之后，直接发个背包，然后轻脚轻拳接大神龙，好，陈文俊选手扳回一局，八神对如远，但是他八神的血只剩下三分之一了。气孔炮下重拳防空，下重点重拳特殊技超杀，连奔上去，小虎没有抓到。对真气拉射，超杀防空，打真气拉射跳重脚上面，拉射抢跳重脚，背包拆掉，气孔炮却反，吴越抢了个重脚落地，被齐拉瑟紫金龙抓住，齐拉瑟轻脚，真齐拉瑟满血不到，对满血的真克里斯，陈文俊选手有点危险啊！哎，重拳特殊技指令空，抢了一个重拳特殊技，接指令空，轻脚轻拳，跳轻拳，继续牵制，陈文俊选手反应非常的快，好，克里斯缠腿被炸掉，克里斯操纵器挥空，被神奇加射重拳特殊技接指令头，陈文俊很危险的胜出。下一场安迪利，安迪利选手对来自香港的 GUY 该选手，安迪选手是代表宁波参赛，他没有在上海取得名额，千辛万苦跑到宁波拿了个 UM 的参赛名额回来，希望他能在整次比赛中打出好成绩。现在双方可以开始了，好，双方比赛正式开始，双方模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回避攻击加冲跑，安迪里八神隐二淘沙，该选手草至今反其良 Andy， 角色上面是 Andy 的选手占优。双方上来都互相配蓄气， Andy 打个轻拳接三桂花，好，双方都有一条气了，绕一下追加攻击接三桂花，
来一左手，两个轻脚，哎，来自己升龙术，左脚轻拳接葵花，起身反击大升龙。哦，接表演选手接了一跳很漂亮的 BC 连。小劳萨，哎，上来凯撒波动，凯撒洛错位，小心压制，哎，轻脚给克劳萨回避，之后接了个指令头。板石梁，克劳萨背包，原地操纵防空，板石梁起身升龙，回避攻击，双方选手又都有都蓄满了气，都有一条能量。哦，安迪选手起身抓个指令头操杀，一个非常难的指令头操杀，霸王降火拳三段的安迪选手现在接近快空拳，回避之后左杀 AK 选手防住安迪，最后一个影二气孔炮，感谢啊。